当然我们当老师的，我们都讲同事啊，因为如果你在别的地方上班，你的同事大概跟你年纪都差不多，啊，跟你年纪不一样的你会讲长官。那对我们老师来讲的话，那个刚毕业二十多岁的是同事，然后五六十岁要退休的也是同事，啊，所以我们就都是同事，同事会有年纪差很多的，啊，那你有去参加婚礼是同事要结婚的，你有去参加婚礼是同事要嫁女儿或者是娶媳妇，所以各种都是同事。